啊，我们现在走着去吃这边的鱼片，叫什么名字？我搜一下，要不？我看到前面有一个鱼片仔，不是吧？就是啊，那我还挺厉害。他们都说我找美食很厉害。哇塞，苍蝇馆子，太棒了，肯定是这种。一定味道很赞，嗯，推荐一个吧，我也没尝过。好的，那个鲶鱼穿汤来两份。鲶鱼穿汤啊，哇，好大一碗。来，我们先进去。哦，他人家的，我以为是我的，来激动了。哇，你管这叫酸辣？我都没有看见辣椒。它叫什么鱼？这个？这个是鲶鱼。鲶鱼。哇！这应该是包了油，裹了粉了，很紧致。这个所谓的辣，不是辣椒的辣。嗯。胡椒的那种，哇，很爽，这个，这味道不错，比昨天晚上那个鱼、那个肉片好多了。手工打，是纯手工的。啊，手感很全，很 Q。这白色是冬瓜呀。就是冬瓜，我感觉纯手打的鱼丸特别的 Q， 可以弹起来，我觉得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哇！据我们当地的同学说，这个醋很好喝啊。我来尝一个，来来来，马上来尝一口，还真的很好喝，不是特别酸，哦，还带一种香味，还回甘，对，还回甘，还回甘了，对。